咱阁继续开始吼，重点就当然是要讲，咱要来执政，法律要安怎坚持，种种都咱阁继续甲大家讲。大家拢知道有一个白色巨塔嘛，就是修缮拍成电影。但是呢，咱讲啦，伫咧医疗界当中，嘛是有迄个权势斗争啦，吼。咱这个暂且咱来讲的，莫讲因这种权势斗争、权力斗争，咱即马来讲哦。对病人，你这个恁的斗争当中，你有牺牲到病人的利益无？有啊，因为了个人两个人哦 ，A 迄个医生甲 B 医生，伊要斗争，伊要争取这个病人，吼，伊要哪开刀的方法，两个都咧想争，结果可能伊个测、迄个医疗的技术，就错判。里面因为我和谐，丁丁，咱台湾敢有出现这种状况？大家知影嘛？有一邱小妹妹，迄个转诊的迄个争议性，吼，导致她的伤害嘛。可能咱台湾除了这，佮除了讲五针，讲迄个人球，我都感觉我以你袂好，还是讲无病床，都紧甲你上照，我要负责任。造成当中病人的迄个病情的严重，可能死去，还是讲迄个器官就搁愈害着，搁败着，对不？过来器官移植加迄个捐赠，是不是冇问题？之前迄个唔是柯文哲，为虾米会请起来？大家知影柯文哲为虾米会请起来无？艾滋病。因哦，可能迄个口令吼，伊个听做另外一种哦，口令嘛，伊讲可能是爱不能移植，跟可以移植，这种口令唔对，结果人是艾滋病患，你讲迄个输血讲正常病人，艾滋病患的迄个器官讲做正常人，造成人嘛是艾滋病，因为安尼才穿起来。讲体制内甲体制外，因当然嘛有迄个顶管甲下骹在斗争啦。这毋是咱一般伫外口的人知的嘛。都因为安尼斗来斗去，斗结束伊才穿起来。吼，对于迄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管控之下的一个医疗体系啊，他提出他的那个看法嘛。都因为安尼，大家都是，即个媒体都是安尼炒作嘛。一个人要有名都是变安尼。都无吼讲。釜底抽薪去解决一个问题，就因为还有一个强人出来，给你捧起来，你强人出来，看会使去改变这个制度无？其实换汤不换药，你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啊！你上走拢同款，因为你没有魄力想要改革这个制度嘛。哦，这个里面的制度，哦，阿妹你敢知？所以这个吼，一个1979年有一个两个迄个专家学者，伊讲哦。你若要做啥物器官移植、安乐死啥物，你都爱有即个四个原则。你真要尊重病人自主性啊，你要尊重伊啊，你嘛袂使去伤害到伊。吼，过来，你对病人有利益，毋是对你个人的迄个权势有利益吼，你才要来医治我，我给你钱多一点，我 VIP。那没有 VIP 无钱的人，你袂做一世甲尊敬吗？毋是安尼啊，咱个。普世价值唔是安尼吼，个你啊公平，我甲拄啊讲嘛 ，VIP， 你是阮亲戚五十，你有钱我都甲你送个特等病房，你无钱我你有单病房，有啊，我即马即个病院嘛是吼，某院长的朋友啥物，院长佫甲专门吼，摕一个时间甲召见呢，阮即个药局的主任嘛，嘛改秀名名，改吉婆嘛，就是裙带关系嘛。我感觉因中国社会就是安尼啦，有钱助生的无钱助死嘛。你有权的，你有别个人。我较早个咧三中过，伊嘛是啊。嘿，院长我知影你后壁恁爸爸也是啥物杀人朋友哦，将军哦，哦，甲你毕恭毕敬哦，我甲你召见呢。看我这个啦，我没有别个人，我甲你等一边嘛，因为我甲伊讲，我迄阵破病的代志吼。我可能因为破病，我会使卖赔钱无，我离开三总。因迄阵阮拢爱签约对无？你也无做够去啊吼，毁约嘛，你都爱赔钱。你生病，你有特殊状况嘛？你会使去讲，我都差几个月尔。
啊，我没有被鼓浪啊，他叫我再留下来。啊，如果要吵我嘛，伊知我无被鼓浪嘛，啊，你有被鼓浪哦，我甲你安抚，我甲你调去较轻松的所在。所以我希望啊，派咱台湾民政府是公平，啊，个公平、公正，啊嘛公开，大家公开，弄有即个透明，吼。不是讲你就是有啥人啥人，迄、那個、裙带关系，你都有这种特殊的待遇啊，吼。就这讲给大家听。啊，搁这吼用药啊，这个都搞多有讲过啊，袂使来路不明的药啊，电地下电台啊。但是有人就边啊，你就亲戚好，再都对朋友搁较好诶。哎，给你搬感情，我这药啊，这疼，这只伊厉害，说伊你的什么不治之症？啊，你要买歪买，你变安怎？要准时你变安怎？跳离现场。或是转移话题，或是我们见面不要在这个啊，看他远远要走过来，你就是绕过一个地方，就是不要在现场都好了，你都不会机会你去接触嘛。啊，无咱先把这个影片放一下吼，因为基本上迄用药的迄个基本的吼，啊，大家知影吼，啊，迄阵因这个体制，今麦叫做卫生福利部啦，啊，迄阵叫做卫生署，因拍一个迄个广告片。啊，这嘛是迄个专家阿姨去做出来，用药安全。哦，那个请大家看一下。哎，奇怪，啊明明就藏伫遮。阿嬷，你在找什么？阿贵哦，啊有看到我顶盖藏迄个药啊无？阿嬷，什么药？不舒服吗？啊，咱是本身是年纪较大诶，啊药啊吼，啊甲囥囥甲你家己无详细所在，希望你细细再甲你斗相共。啊，若讲细细人吼，会使甲你老大人帮忙，吼，伊对药啊无了解，是囥诶所在，伊囥无详细啊，你会使帮伊忙者。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哪里不舒服，还有曾经有怎样、啊、你健康的状况下哈，相对哦，你三张配不止三张哦，你自己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哦哈。二，看清楚药品标示，一定要核对。哦，我甲多少讲的哦，药啊摕回去，爱去看有药袋啊，还是不是你的名？还是不是应该吃的药啊？啊有问题，吼啊甲药师啊来询问。三，清楚用药方法，服药应该依规定时间。另外，是爱吃的呀，是爱吃呀，是爱抹啊，爱详细看一下。特殊药物就必须要听从医师或是药师的指导，才能达到最佳疗效。四，做身体的主人，那些标榜神奇疗效的药品，等下等待下面不明的药啊，哎，拜托哎，别去甲信道哦吼。不信、不买、不吃、不推荐。与医师、药师做朋友，我常常跟医疗人员做联络，啊有问题，哎，马上请因来给你解答你的问题，打电话一通电话吼。打药代销的电话，跟药师朋友咨询哦。阿嬷，你的乖孙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阿贵哦，阿吉西啦，我只需要拿我香港脚的药膏啦。香港脚，哎呦喂啊，就这味道。大家要多多关心家中长辈用药的安全哦。吼，基本上的这个用药安全啊，大家知吼。啊，咱阁继续要来讲这个法律吼，大家知影吼。啊，日本天皇啊是为做一个条约拥有台湾的主权，敢有人会使甲我讲？马关条约对吼。啊，美国总统奥运咱台湾的占领权是一个多一个条约？哎对，啊，就是这两个条约吼，决定咱台湾。未来的国际地位吼，啊，人要来讲哦，到底朝鲜啊、日本啊、大清啊，啊，这三个国家跟咱台湾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嘛，大家拢这两个大国家拢要爱这个朝鲜呐，啊，朝鲜有作乱吼，哇，拢走第一啦，要去甲安抚啦，感觉拢是敢那是因老爸老母安尼要去甲照顾，要去甲关怀，要去甲照顾安尼啦，啊，偏偏有一届哦，这最届拢安尼啦。按你两个国家讲，安尼袂使，一直想真袂使，啊，无咱来订一个条约，就大清甲迄个日本吼，咧订一个迄天津条约啦，在1885年嘛。好，即马朝鲜吼出什么动乱啦？
啊，你吼丧心来了，丧爱搁通知对方啦，啊，通知对方两个再来共同拟平因的做因的迄判夺咧判乱嘛。啊，结果就是有一届吼，吼第一摆九四年一届，啊，就因搁一个搁咧什么东学堂有诶落个说过，在他们叛乱嘛。啊，结果因的两个吼都吵袂平，即个两个国家要上做即个代志嘛，即个朝鲜即件代志。啊，结果就他妈也咧扣角，啊，就是伫咧即个。黄海这个领域内边，一个叫做些个什么，和洛洛等，什么牙山湾这个所在啦，啊，发生的这个封岛的什么海战，啊，造成迄日清港澳战争，大家知影迄阵大清帝国吼，有迄个北洋舰队哦，他那个吨数哦，都好高于迄个日本哦，好几吨哦，啊，大家知影吨位哦，可以放很多人嘛，放很多的船枪大炮嘛。啊！大家拢看好这个大清帝国，绝对会使拍呀。日本啊，日本才细细只尔，会使藏啥？啊，结果你看，因咧北洋舰队叫日本拍干呢，凄惨落魄。你看家己看嘛，1894年就正式宣战嘛。啊，那签条约是1895年，你来看，这个去年的8月到今嘛4月，你看伊不过无8个月就叫拍输啊。我甲大家讲啦，你要标榜你的硬体很厉害啦。但是你没有软体，你硬体再好也没有用。你知影我意思无？你讲咱台湾呐，吼，讲你有这个技术，吼，技术来做好油啊，吼，来诶，什么创造海地有什么好？但是你没有素养，吼，你有技术，但是你没有素养，啊，你赶快你创造的物件那么假，啊，你就有路用？这嘛是赶快啦，叫社会给你淘汰掉嘛。啊，这大清帝国啊，怕输啊，咩喏？啊喽？签一个下关条约，第1895年诶5月8号生效。咱来看，大家看好吼，伊即个大清帝国应该大家应该拢读较侪啊，我是甲大家复习吼。大清帝国即个大皇帝陛下嘛，啊甲大日本帝国诶大皇帝陛下，皇帝对皇帝，啊那英文即个天皇叫做 Emperor of Japan， 大家先看即个 Emperor of Japan。吼，都等个后续动作，甲大家讲，我为虾米特别介绍这个英文吼？吼，啊是，他伊是要挂是挂啥？这边是因中国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吼，一个什么奉天啊，甲这个南边的这所有的这个利益要互日本。啊，那对咱台湾有关系，就是台湾全岛甲伊属于伊的迄个岛属，吼，这个啊，甲来迄个澎湖。就是这个，就是迄个经纬度，度度度挂互你，吼，啊，就明明白白甲你讲，这个是互日本天皇，这个就是伊所有权，就是日本天皇阿有的对无吼？啊，那你领有台湾了后，你敢会说甲台湾当作剥削？迄就是迄中国人专门咧做这款的嘛？以前大清帝国在咱台湾有咧剥削无？有咧驻文无？有咧建设无？极少的，吼！啊，你领有台湾。然后，因开始咧做户口，你知无？啊，你即个某某人，譬如我某某人，啊，明明白白我就生啊只，啊，我就无我的名单，啊，那我安怎敢找我即个人？吼，啊，就是开始开十年的时间吼，啊，甲你做户口，吼，啊，你某某人发生什么代志啊？你连不婚，唔是不婚啦，食毒啦，吼，查某生囝是啊，拢甲你注文都好啊，吼，你看你。你户口名簿有遮精彩无？安尼遮精彩表示，你即个对即个伫台湾即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你是如此的被重视，对不对？对不对？娶某生囝，啊，这个明年是跟养子吧？吼，啊，够你还有妻妾的迄阵啊，即嘛是无稳准哦，现在一妻一夫吼，吼，啊，你看遮精彩呢，有甲你注重吼，有甲你当作你是你伊一部分对无吼？啊，当然嘛，你嘛是哎，咱这纵贯线是日本人甲咱做呢。迄阵大清帝国哦，敢若知影台湾愈来愈重要吼。伫尾仔年吼，迄阵较知影讲要甲台湾建省啦，甲伊无效，你知无？啊，你甲台湾甲一边娘啊，迄个小，等一下有图给大家看嘛，才惊觉台湾的重要啦。啊，迄阵要建设有啥无效？迄个铁机啥物物件拢无合规格，迄是日本拢甲拆掉了，因家家做甲迄个新德。啊，纵贯线是日本人迄阵用迄国际的标准甲咱做起来。啊，江南大尊大家拢知嘛？江南大尊，你看哦，
哇，这个主流啊，甲这个支流嘞，哎，加加起来，讲比万里长城搁较悬，比万里长城还长。但是你怎样？万里长城它的意义在哪里？哦，有人可以跟我讲，万里长城做万里长城是为了做什么？对不？对不对？匈奴对不？外族对不？跟什么汉族的利益有冲突，怕被侵略才做万里长城嘛？啊，请问当这个这个、加囊大军。大郡也意义在哪里？有人可以告诉我吗？就是要让台湾人有好米、好水，啊，够好的迄个蔬菜水果，通好种啊。迄是什么？迄是要甲你苦做，要做兄弟的。啊，无因讲要经济剥削于做，这要创啥？我拢啥拢卖做，你每年就甲我缴税就好啊。伊惨你去死，你就缴缴税，迄叫做殖民干呢？一直就是要甲你抵你的利益，抵你的财富。无要甲你建设啊，啊无就甲你一挂人乌说安尼，啊就是殖民嘛。啊台，你觉得日本人是殖民台湾吗？他殖民台湾不用花大钱啊，这是那时候的钱，5000万日元一票啦，啊个一直追加。那八田武一他才是值得尊敬的人，他是台湾的救星。蒋介石是救星吗？他是个恶魔。我来讲嘛，啊，万里长城啥？你话到哦，世界遗产。可是你的立足点是又不仁不义耶？你是为了什么匈奴？为了你们中国人的利益耶？啊，那我觉得世界级这个才是世界级的，这个才是要世界的遗产呢。今麦要一百年啊呢，搁做啊只用掉了，灌溉我们迦南那个整片的那个平原呢，让唐国今麦靠家己的米呢。啊，到水，迄阵裤脚拢是泥土，那皲裂嘛，大家应该看过迄种土地。人安尼给你做干呢，给你设计都从好，这要套去多，啊，要灌溉整片啊，怎么饮水，怎么灌溉？你也要给你殖民那边做这个啦。啊，伊甲咱教讲，伊讲殖民，讲讲殖民，你看。搁做内地延长，咱若讲内地延长就讲，即等下甲讲吼，伊就是讲领有台湾，迄阵领有台湾有两派，哦，台湾是不毛之地呢，哎，啊怎么才牛啊三分之一是你们汉人藤梗啊？你甲挂好挂阮日本，啊，其他三分之二是迄个，就是原住民，迄即马个原住民是高沙族，我还要花这功夫去把你征服，啊，讲啊个落个说个，不如我甲恁卖掉了。讲迄阵都有两派，啊，把台湾卖掉。啊，有一派说，哇，建设台湾，建设台湾，难人一派赢，让唐后日本人即马甲人听命命，一台开始了，他就有计划想台湾纳入他的国土，但是碍于国际法，他就要一步一步来，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你的土地，你要去耕，你要去耕耘，那你要去建设，啊，那你要最后。实行宪政，一步一步来。那么皇民化嘛，1937年4月1日这样记起来，他不是那一天皇民化，他都已经有在做了。人家是有目的的建设台湾，把你台湾纳入真正他们大日本的国土，不是说哦，我才拥有你的，只要你的经济价值，我要剥削你。那是中华民国，他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这种想法。哦，都当什么想法？我再跟大家讲哦。啊，过来讲这个。破烂会嘛，史政40周年的时阵，你来看嘛，即个迄阵即嘛叫做新公园，即台湾历史博物馆，那是当日本人帮人做的哦，你家看嘛，伊刚搬落来，人迄是安那做的，啊，过来你看，你咧穿啥？你看他的穿着，你看大家拢穿啊只新书着，啊，查某囡仔都穿迄个洋装呢，啊，大家表演时阵哇快快乐乐，你再看那个建筑物做的多坚固，你看。啊，我都有钱够营营外在，再去游览区佚佗嘛。啊，无我那去走去佚佗，我一定是生活很富裕嘛，对不对？你看嘛，这建筑物还有这么富裕繁荣。你敢讲日本人的殖民，我不相信。那殖民不需要做这么好嘞，我怪开我日本人的钱嘞。吼、哦，啊，进行我一站做到我。1945年4月1日，我实行了这个明治宪法，就是讲你台湾人每一个人拢是我的兄弟姊妹，
你拥有参政权跟参战权，这个就是证明我们就是大日本的臣民，我们不是被人家殖民的。吼，这讲给大家听。啊，这个美国这个就这件可是为倒来，啊，咱唔是去照顾咱台湾照顾好好。迄阵日本迄阵打中国都认真去打就好啊，但是因吼，伊是东亚共荣，他的战场他是就是他是整片来看整个世界的布局，尤其是在这个迄个东亚共荣圈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把蒋介石赶尽杀绝，伊拢叫不来。啊，若要赶尽杀绝吼，早都死翘翘啊。那唐后已经，佮唐后佮同盟国，我到迄阵啦，吼，走去同庆安尼买溜业就走啊。啊，迄阵蒋介石嘛无认真咧拍日本，因个佮中山洞咧，因拢咧驻本中山洞去关啦。啊，所以日本我嘛感觉，为什么无想要佮消灭，也要佮消灭是较容易的。啊、所以李不能、哦、他不是为了要消灭中华民国，他是要那时候还有一个汪精卫，那个也是支持日本的，那人家不是赶尽杀绝你，他希望跟你共荣。啊，他们的历史都在乱写 啊，日本是他们仇恨的民族。其实、哦、他们中国人太不明了，迄阵以前呢，那群他们为政的人是为政不仁，残害自己的同胞，然后日本人去解放你们。解放你公，你不要受到中国人的残害，那些做官的人、军队的蹂躏，他要来帮忙这些中国人民。他在投炸弹的时候，他会告诉这些人民：“你们赶快躲起来。”他要针对人民，就不会这么做了，直接就轰炸就好了。一起一个东亚共荣的一个政策在，吼，啊，就是美日战争啊，美国迄、那个日本哦，就是叫美国吼。嘿，进石油啦，啊，个迄个伊个银行嘛是干伊，无互因迄个经济啦，煞变歹去啦，吼、哦，甲迄个禁起来，禁油也禁起来，吼、哦，啊，银行嘛禁起来，啊，所以因个气到要死，就去要去个轰炸因个珍珠港，啊，就拍起来，美日太平洋战争嘛，啊，但是都最后还是输了两颗原子炸弹嘛，那。1945年8月15号，啊，就是咱天皇都无条件导航，啊，变成先这个蒋介石就捡好处嘛，捡到便宜嘛。可是美国他是主要征服日本的人，他决定了蒋介石是待占领，他不是蒋介石不是自己打赢的，他自己打赢他自己就来占就好了，干嘛还要美国出面叫他来卖帅？你自己看嘛。麦帅叫他过来嘛，哎、欸，你来占领台湾，啊，那是1945年10月25号，啊，就是派些蒋介石嘛，麦帅在1945年9月2号，一般命令第一号，哎，隔一个月多叫伊来占领，他分了一杯羹，然后以前他吞打台湾嘞。新加那个固态票1:1换成台湾银行券，他就没有扫到台风尾了嘛？他再自己再创一个新台币，再把你看哦，按一般平民你看，4万块旧台币换一块，你看伊是安那吞倒咱台湾人，4万要换1块呢？啊，伊通好生活未？咱台湾迄阵才富如着呢，甲咱搜刮钱，拢款款的去国共内战，啊内战也没用啊！啊，你看啊，1949年。你看，伊有预谋嘛，钱已经甲你款款的嘛，啊，伊知伊要败啊嘛，啊，紧钱阁涌出来。1949年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建国嘛，啊，伊就变流亡政府啊。迄阵啊，开罗会议都当我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吼，51个国家签署，啊，第一个1955年4月28日生效。咱先来讲这开罗会议。这个主要讲这重点的吼，因为中华民国一直讲吼，啊，你就是将迄个台湾给我啊，你台湾就是我的啊，就是我的啊，就是你看白纸一张白纸写给你啦吼，大家来研究这个白纸写给伊的贡献。你甲看这个开罗会议吼，它若是条约的话吼，它就会写开罗条约。啊，这个会议吼，甲对我奉上一个汇报，吼，啊，你甲看这格式跟条约嘛。这一个迄个，看好像新闻稿嘛，你改看嘛哦。啊，这三家啦，
啊，这三者敢唔使决定台湾的前途？你战争是牵涉，甲东阿讲诶，牵涉51个国家呢。啊，你三个人可以决定哦，战争决定可以用开罗会议来决定他战后。你在战争当中你战争就在决定战后了，你逻辑思考也太奇怪了吧？让先来讲嘛，这个吼、哦，在讲什么？这个开罗会议这部分吼、哦，我甲放大。啊，伊讲啦，伊讲为1914年这一次大战吼、哦，日本人在太平洋占的那个小岛啊、窃据啊、占领的弄透透出来。啊，你家己也想嘛，啊，你咧讲1914年就讲今嘛就好啊，你乃去讲到50年前的，人这个马关条约，人已经是台湾已经日本的，你乃去讲到迄、那个，你时间性就怪怪，你要讲嘛讲到今嘛，因为你今嘛这个内边就讲到1994年，1914年嘛，你来去讲到这个1894年50年前的代志，啊，伊讲啊，你讲啥嘛 ？Japan 嘛 ，has stolen 的，就是为较早，即嘛窃据的，为中国的，哦，这就是迄个满洲国，啊，这佛摩萨，啊，甲这个朋友，啊，我要来请问你，敢窃据？我甲大家讲嘛，马关条约不是写的很清楚吗？这条约的怎么会是窃据呢？啊，不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啊，把台湾割给、啊、跟澎湖割给这个 Emperor of Japan， 啊，都、就是日本天皇啊。啊，你哪敢讲偷摕嘞？啊，这都个逻辑无同啊，对不？啊，人已经是伊的，人明治宪法咯，人的土地，你是凭啥物搁要讲福利啊？啊，你看嘛，这个迄阵大清帝国，你就是你统治台湾210年就是安尼统治遮即个疆域呢，啊！你高沙族的即地嘞，啊！你那从人的土地割别人，啊！现在就赛德克巴来了嘛，还有是讲啊，迄、那个迄、那个原迄、那个高沙族感觉你啊，我好生活好，为啥你日本人爱来？哦，这秘书长拢有讲啊，啊，都要征服啊，啊，就征服之后就建构一个完整的台湾嘛，啊！你讲变海哩，一个就讲 restore the two， 即、這个。ROC 嘛 ，The Republic of China 嘛，啊，我已经这个你要还那这块要怎么还你啊？哎、欸，这一块是我日本建构台湾的主权呢、欸，啊，你讲要还是不要那还，这么就奇怪。啊，大家嘛讲嘛，你昨天讲你开罗会议是条约，啊，请问你奈讲 restore the two， 你应该讲 set two 啊 ，set two 是就是割让的意思嘛，条约都是讲割让嘛，啊，你这个够怪怪的嘛。这也是哈，那个美国跟英国那边在设计的，我干嘛在里面有很多的空洞啦，有很多的内幕哦。阿妹，拜托你邱俊盖就好好认真的打日本，他是在诱使你，给你一个糖吃，可是他又不怀真正的好意啦。这里面都是破，就是都是不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这所谓的。他所谓的条约，可是不是条约。马英九自己在这么说条约，啊，你这开罗会议真正的条约是凌驾你会议呢？好、哦，啊，你也讲这个波茨坦，波茨坦嘛，根据第八条的迄个开罗会议啊，所以你这没什么好讲的嘛。好、哦，啊，再来讲，我搞多少讲啊，不是三国可以决定的。啊，你个战争中是被决定什么？哦，啊个是战后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决定了台湾的命运，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等下再来讲这旧金山和平条约主要的贡献，大家把这三条吼拢记起来。二 B， 日本放弃对台湾朋友一切的权利的名义跟要求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就是台湾的本岛，那 and precatoris 是朋友。現在這兩個加起來叫台灣，放棄什麼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那這個、喔、是組成這個權力的部分，但是這三個是管轄權，它不是主權。主權會跟你講 sovereignty， 主權擁有者是日本天皇、喔、你看、喔、這個 Japan 它不是，它有說天皇，它會寫 Emperor of Japan， 它 Japan 就代表 Japanese government， 就這不一樣啊，四 B， 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朋友有处分权跟支配权，啊，你中国人，啊，糟蹋咱台湾人，
你是美国军事政府，啊，你哪会共占领人叫人去做兵，啊，佫共搜刮人的财富？啊，若讲你要支配权，你嘛爱听讲，哎，美国军事政府我会使支配台湾的，啊，你一占领台湾，就把台湾的经济搞烂，然后搞个228，把台湾的所有的资源、财产、物资拢送恁中国，佫共台湾人当作是中国兵，甲你拍战争。你那是这种土匪啦！我讲啊，歹听的啦，是讲拢读册人啦，拢有素养的人，莫讲人土匪啦，讲人恶魔。但是你有当时啊，你气起来，你就想要讲坦白了，是想要骂几句安尼啦。因为这气的，你知无？但是咱莫气，咱用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咱台湾未来的前途，未来爱决定咱台湾的地位。咱用法律，咱免去跟人结气。来，你家看23A主要占领全国。啊，为什么你蒋介石你们这个国民党这一派从来不跟台湾人讲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什么，一直在讲开罗会议，啊，都给你洗脑啊！啊，你台湾就是中国的啊！你敢啊？不然你给我解释这几条嘛？啊，你那御用的什么？你们中央什么御用的什么学者啊？你来解释啊！你来研究啊！为什么老是在研究开罗会议跟波茨坦呢？啊，你旧金山和平条约你哪无让台湾人知啊？啊，你敢知啊？你无台湾民政府来，你敢知？吼、哦，啊，这就是讲吼，第人迄个解密有五部曲，你看第三部，我甲大家讲吼，你知影 ROC 是啥物嘛？伊即卖性质是啥物？有人敢袂使甲我讲？基本的大家知道嘛？那即卖即个中华民国，其实它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有人可以讲吗？对，它是那个。中国嘛，一个是流亡政府啊，啊是因为美国吼，佮请来台湾哦，即、這个来糟蹋咱台湾人，啊是流亡了。1949年嘛，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就流亡了啦。流亡政府怎么有可能拥有台湾的主权呢？怎么有可能把这个土地给你呢？你就流亡了嘛。啊，美国也怕说，哎、欸，啊你流亡了以后，中华人民共和要继承台湾啊。啊，你是共产国家啊！你又在1950年韩战爆发，你又侵略，整个要把整个一个东北亚要把它染指，啊，美国会坐视不顾吗？啊，当然就是设计了一个旧金山，就是春秋可以惩罚一下日本，又不至于台湾吼又被中国要去，就是吞论这个中国人，这个就介绍这个中国人来台湾，吞论到搁要骗咱台湾人，要骗几年，咱台湾人叫糟蹋偌济年。吼、哦，咱讲到这是要甲大家讲吼，这个流亡政府是他这个是流亡在台北吼、哦，不是台湾吼、哦，是台北，它是一个地方，吼、哦，不是一个整个台湾全部的疆域吼、哦。啊，大家知道吗？军事占领跟光复节是安那无共款，刚我刚跟大家讲，它的区别是什么？军事占领都是。这个土地是别人的，哎，不是我的啊，啊，就是我去占领别人的嘛。啊，那我的就是叫做光复，啊，就一直给你奉上讲什么，哎、欸，那个开罗会议是你的，啊，都是光复节，安尼给你洗脑。啊，你旧金山和平条约就解得很清楚了嘛。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嘛，啊，占领那就是军事占领啊，不是占领的占领啥，吼、嗯。啊，过来，因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带领嘛。就跟你讲嘛 ，this is a placebo， 哈 ，edge， 啊 ，relationship， 哦，这是我是跟你代替我去占领，他也不算是次占领国，伊嘛无去太平洋战争，伊嘛无目标啊，伊国去有迄在那个中国战场被日本打到重庆，阿蛮叫我倒去啊，啊，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独一无二就是。美国嘛，还是因为同盟国啊，反正就是为了那么美国人的利益啊，请你就盖就为了说怕共产势力跑来台湾，让他在这边镇着，哦，来保所谓的他们说保护台湾啦 啊事实上他也没保护到了，还不是要靠美国第七舰队哦，用来保护咱台湾，哦啊，大家讲嘛，咱即马仍然在军事占领中，这是咱的基亚吼，来看一下吼 ，USNG 吼。吼、哦，这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吼、哦，啊，咱是被占领当中，啊，人讲啊，到底要占领偌久？我跟你讲啦，这嘛要看咱台湾人的表现，啊，跟美国的利益。但是我铁定跟大家讲，就是台湾依然
被美国军事占领，这是不可否认的。啊，现在要说啊，咱执政之路任重而道远，咱现在来这受训，好，建五官了后，大家拢有一个迄个要爱去领袖的一个迄个位置，吼，一个职务。啊，请问你有迄能力无？你甲我讲，你有这个能力无？啊，要安怎做？啊，必须你有一步一步来。但是大家现在加入咱这个台湾民众这个大家庭，啊，你想来，你脑筋有建构好，你要安怎做无？其实我心内有惊呀，我到底要安怎做？哦，除了讲你照中央的迄个一个一步一步来，啊，过来你家己爱充实你家己的专业。我即马来讲，咱个囡仔是伫小米站，大家讲只清楚啊。哦，日熟美战，不要听别人去洗脑哦。甲你讲是美熟美战哦，啊，什么台独吼、哦？我甲大家讲啦，重点讲了台湾不能独立的原因。你怎么1898年嘛，美西战争有一个古巴，哦。嘿，割给美国有四个嘛，波多黎比各，还有菲律宾，还有古巴，还有关岛嘛。啊，那古巴呢，美国就让它独立了。啊，本来是向着美国的，后来出了一个卡斯楚，兵打兵跪苏联那边，它就变成共产国家。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古巴危机，哎，什么叫古巴危机？有人可以告诉我吗？古巴危机，你知道吗？古巴跟俄罗斯，哎，那个叫苏联串通，要把苏联的飞弹部署在古巴，他的飞弹是向着美国国土的，这是多么大的危机，你知道？没处理好，你战争一触，你看你两个冷战的国家，你讲真的要战争起来，哇，那个真的比二次大战更可怕了。这两个国家也很小心啊，那古巴要出卖美国，他变成共产国家啊，那台湾呢？你看嘛，台湾现在。你看看，都是中国中华民国迄中国体系，一挂人去中国赚钱，佮人一挂堆人去遐做官，你看内面拢全中国人的体制，啊，你也要并做，国家是真好并的。主张台独的人哦，他们心里很清楚，没有中国同意，他会同意让台湾独立吗？我告诉你啊，中国一定已经在同意了，已经暗中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美国不可能同意啊，让中国同意也没用。旧金山和平条约23A跟你讲清楚了，你台湾是我占领的，你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是，你只是同盟国。我美国，看你可怜好啊，我刚讲到实在，好，你有一个所在困啦、生活啦，啊，即马困久啦，变恁家的，啊，无你去人厝的无？你共借厝来住，完了我到恁家住了70年啊，恁家变我的，安尼这合乎逻辑吗？啊，这个有没有良心？啊，台湾人饲你饲干嘞？结果让台湾人变中国的。啊，所以我大家当今来清楚，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不要再想太多了啦。日苏美战有两个老大哥啊来照顾我们，不是很好吗？啊，无你要选中国哦，敢有人要选中国？光那买要选日本甲美国对哦？啊，所以这是小米讲的，不可能变啊！大家的这个根基要扎好。那这个大家都跟他求求，赶快有新陈代谢。我讲，哎、欸，你有能力好的啊，你就可以走啊；能力不好的，我们退居幕后。所以的一起让栽培，那么是帮咱伊吼，甲咱台湾砥砺也好。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哦、啊、不如人家，你就好，他好我们就让他去做嘛。好、哦，我们自是在为台湾这个环境。人民着想，而不是个人融入啦。我是感觉吼，咱是要来去做代志，要来扛轿的啦，吼，啊，不是来做官做老大的。吼，这做人，这都等我再来讲。今仔日讲较慢，咱要进前已经有一步一步来，即马已经到要爱申请美国的旅行证件，吼，啊，即马要加强即个新台湾的论的即、這个。法律的训练啊，大家来吃落，还较紧拍拼。啊，这个黑人计程车司机，我是要讲吼，来鼓励吼，咱即马目前的美国总统，这个黑人吼，在因美国的社会，拢是叫次等国民，叫看袂起的。好，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白人的妇女带着她的小孩去砸计程车，啊，计程车司机呢是一个黑人，
啊，因都唔捌看过乌人，囡仔唔捌看过乌人，讲妈妈，这个乌人啊，是唔是歹人啊？因为只乌着，囡仔佫唔捌看过乌人，当然嘛安尼讲嘛。伊妈妈讲，你知影咱后花园的这个枝无？咱的后花园的花，这个枝是唔是乌色的？啊，你看咱这个后花园啊，是啊，这水果菜缤纷的花，啊，因枝是乌的呢。哎，伊安尼教因囡仔就知影。咱就是袂使看伊是乌的物件，就看人袂起。啊，过来，这个家庭家属去真甘心的讲，啊，伊安尼，互伊感觉讲哦，大家拢看我袂起，啊，你安尼对我安尼，我有真感动的。啊，因囝咧嘛，走去迄个公园啦，啊，有一个迄、那个哥哥咧卖伊要卖物件，心情无好就放气球。啊，咱放的拢很放的，拢是放迄彩色的气球，拢无放乌球啦。啊，就问迄个阿叔讲，啊，为啥你拢无要放乌球？啊！大家要回答的，大家要讲啥？迄阿叔就甲迄个囡仔讲啦，讲吼，你知影气球为啥会飞起来无？我知影啊，迄是因为内面底气有气，有空气嘛，伊才会飞起来。啊，就重点就是这气球内面的物件嘛。所以咱的重点就是咱头壳内面底啥物嘛。咱这个要接这个块才好接的啊。啊，但是你头脑筋底啥物，你要哪接？你感觉好接，你要哪接？啊，咱就你小笔接。我刚讲的是三把宝剑嘛，我刚刚说了嘛，这个专业吼，法理地位啊，跟那个专业能力啊，咱嘛爱清廉不贪。啊，你教你下骹手人拢清廉不贪，啊，若贪污都是判死刑。啊，咱就开始建设咱一个台湾的这个管理制度出来，吼，这三把剑。即马咱的迄个美国总统是不是奥巴马？奥巴马是不是黑人？啊，咱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那就是要鼓励奥巴马，得以卸任之前要把台湾的问题解决，哦，不能够让台湾人在必须被在中国的体系里面被糟蹋，哦，让怎样大脑的运作过程接收、储存、分析、控制，这中共因拢知，所以呢，咱先来讲这中共，因为大家有一个概念，咱这个小明木善行哦，伊在三月迄阵高级班有讲啦，这个天照大神就是因的迄个天皇的祖先。啊，这个是一个建国大神，哦，建国的，哦，他是建国的神。那伊就甲伊讲啦，讲，我是用迄个希腊字，啊，你是用乌希哈库。希腊字甲乌希哈库是啥物无共款？希腊字就是希腊字，吼，希腊字。伊讲，我是用希腊字，啊，你用乌希哈库嘛？你用乌希哈库。啊，这个天皇是用乌希哈库是，希腊字是讲。我委托你这个政务官来管我的人民，我是用这个教育、甲这个伦理、甲道德来教育，让恁知影事情、事理，让你们拥有的你们的教育，你就有一点教育程度，你就有知的能力，啊，甲你秀命命，啊，你看中国人，因这段段来讲，因是呢有时哈苦，伊甲恁这个人民当作是我的物件，你会安那爱秀？我要甲你拍，要甲你落，要甲你斩拢会使。啊，所以你看因中国人嘛，你看因造这个名利，就是甲你伊这个目睭仁甲你乌掉名利，就是不爱让你知。你假知，佮要甲我子孙拍败，我就让你做皇帝。啊，你看你们历代嘛，你看你们中国的历代、朝鲜历代、各个欧洲什么历代，都是暴政，然后我就推翻你，变成我暴政，我都不管人民的死活，动作是私有嘛。无咧听唐立嘛，啊！你看你日本一系万代，有人要推翻日本天皇吗？他们一系万代没有被推翻过啊！啊！你家看嘛，啊！中国人是安那，是安那糟蹋因来，卖讲因即卖中国人本身因人民也很可怜呐。啊！伊那阵安那是对待咱台湾，你家己知嘛？别做笑话哩嘛，洗脑。啊！咱啊做 TCG 的，咱爱安那。那嘛是爱甲欧美同款，袂使甲中国人这样做官的心态。好，咱有纳税人的钱，我们就要尽我们效力这个人民。好，啊，你若讲我有该怎哩甲我讲，啊，莫讲像因遐媒体安尼，你就是要甲我拍败，你拍败拍袂败我落台就好啊。但是我整个的体系就是甲我讲，我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我做无好我就落来。你要有这个风骨，好，能够存十分。吼，啊，即个咱台湾民政府咧顺应马斯洛的需求，啊，为咱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
被尊重的需求跟自我实现。那我即摆，我即届我是到这个阶段，啊，这个中华民国伊就故意给你啊，甲讲吼，你连生理的需求，不要你知影属性。我即摆过去看，迄、那个收水油，什么什么什么饲料油，吼，你连基本的这安全跟生理需求都做不好，伊就害你去吃把病吃，就不要去管你这啦。啊，所以咱媒体吼拢唔知台湾民政府，啊，知拢甲咱扭曲。啊，所以大家要怎样？你的脑筋在想什么？脑筋要非常清楚哈、哦。来，人性化的政策，针对生活、生存、生命，咱拢是爱有这种德政，好、哦。啊，过来，咱先来看这个影片。今天我为这个影片再来解说，我要讲到后边。这是教育跟管理要救台湾，吼、哦。这个是普遍一个公司甲一个组织内面发生的这个状况当中，啊，我为这个内面的这个卡通人物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咱一个组织当中吼，一定需要完成的任务，吼、哦，爱判这个当，嘛爱克服的目标。咱台湾民政府就是爱，的目标就是爱执政。那当中有一个 leader。就是领导人的人，吼、哦，伊派了这么重的这个、迄、那个责任，要做啥？就要行为伊爱的迄、那个、迄、那个目标当中。这个譬如咱是咱的秘书长，伊派这么重的物件，边啊是不是？恁是不是边啊这个人辅助的人，有效率的人？你就是爱家己培养家己是这种人，然后对一个整体，你应该有的责任。赶快爱来辅佐，把咱要完成的这些任务给完成。啊，那这个吼，坐在车顶的，啊，伫拍拉凉的，无要帮助的人，即譬如讲啦，今嘛来台湾民政府参加的这群人，哎，突然消失去，哎，刚要爱有一个头路，单头路尔，啊，讲一寡拍拉凉的，吼，啊，那这个哦。就是开始受空受塞，要制造麻烦啦。啊，咱台湾民政府嘛，即挂的人，秘伫咱即个台湾民政府内面的组织的人，吼，啊，要趁机吼，啊，要救咱台湾人的后脚。啊，过来更加严重的是，伊已经有叛变之心吼，叛变之心啦，已经有几层发生在咱台湾民政府。上大层的，就是咧去年，吼，2013年4月25日在美国。哦，迄阵人，这嘛是一种叛徒的行为，伊就袂去甲这个组织帮忙，搁扣后卡，做因咱个未来的目标搁加班，吼、哦，安尼，车把柄一个组织，安尼敢会进步？敢会咱个目标敢会达成？安尼，咱要安怎做？咱做一个主管要安怎做？你看人成功，你行向头前，请问你安怎做？安尼，这个领导人来出来讲话啊！反毒开毒，你莫当么怕拉凉，莫制造麻烦，你拢加落来。大家互相来，甲这个团体、甲咱的目标来建起来，是不是？咱未来的道路就是安样呢？可能这个轮啊吼，轮胎啦，可能有一点仔坑坑结结，但是咱后一直诶，这个力量甲目标，咱后一定会完成咱。要爱的未来，对不？的任务，咱会甲完成，对不？咱爱发挥咱的迄个能力出来，唔是讲咱空荡要伫一个位，啊，搁在把秘书长拍拉凉，吼、哦，啊，讲头嫌东嫌西，啊，改头路改来改去，啊，你拢无要为这个团体来拍拼，吼、哦。啊，这个管理方法就是讲吼，第一步，咱是要设定咱这个部署的这个绩效目标嘛。啊，做完工做对的代志，啊，若唔对呢，咱就爱支持沟通嘛，啊，找出怎么改变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啊，看嘞，啊，我已经跟你讲解决的方法，你搁无继续做，我是咪要跟你绩效考核，啊，你都要记录，记录啊来评估，讲你完工，我甲等乙等优等，我不要啥人，我都看你的记录嘛，跟你考核面谈嘛。啊，过来你做好做歹，我都爱跟你奖励，也是跟你听话嘛。啊，你好，我都跟你，你袂晓，我都跟你训练嘛。啊，这经过一个管理方法。好做大家参考，阿摆你要做一个主管，还是你讲管，都、就是这四个步骤。
啊，这是取自这个经理人，经理人杂志里面有很多管理的一个方法，好，提供大家参考。啊，再来就是一个教导式的这个方法管理哈，哈，已经不是以前的课程跟专制了，互相学习之外，你还把你个人的知识奉献出来，不是只有拥有你个人的。教导是讲，我即马提供这个资料，我放到云端，大家去吸收来来看资料库，这就是一种奉献，就是教导。啊，那我今日讲无好，大家甲我讲。啊，恁我你甲不足的，我讲给恁听。啊，着你进步，我进步，即团体拢进步，这就是叫做教导式的迄个组织吼。啊，过来，大家会使长话做会念，啊，念完了差不多，咱会使下课啊。吼，即个土劝句，我还要改变，大家对我念好不好？好，你印象较深刻一个。好，来，土劝句，我还要改变。啊，这土 live together， 我还要跟人斗阵，吼，搬烂。土 share， 我还要跟人分享，吼，卖藏起来，吼，把皮包藏起来。土 do， 我还要那去安那做代志，学会做事。土 help others， 我还要帮助别人。哦，那个不足的，啊，你帮忙别人，啊，我不足的，你帮忙我安尼，吼。To know， 我还要追求知识，吼。啊，这个吼，阿爸那个要，这拢会晓，那个要发展的对吧 ？To be， 我要发展，吼。所以这七项，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咱都不断爱进步，吼，唔是讲那么爱一个单一个套路尔，吼，那么奉献你自己出来，吼。啊，这就变成讲，你有跟人无同款的想法，会甲你的头路，还是讲你的目标，会较好的达成呢？要靠大家创意的这个创意，然后你创意去怎么执行，吼、哦，这就教大家安尼，人都有方法，变硬的来做，吼、哦，教育救台湾，管理救台湾，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吼、哦。那我今天没有讲到这个德国的这个吼、哦，我上个礼拜的那个 PowerPoint， 你可以去看哦。哦，这个，哦，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